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讲解我们今天小队圆梦要做的课程。好，这次小队圆梦要做的课程是炸螃蟹。那炸螃蟹呢？首先我们有目前有三个主轴的角色，三个主轴角色。第一个是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，可以从192.168，192.168。